恭喜恒星引力在这个夏天其实给大家看到了年轻团队给这个市场的惊喜和创新的力量，也特别希望我们小红娘继续在明年能够掀起这样的一个狂风和巨浪。我们用辛勤的汗水灌溉的这部作品一定能在未来取得非常好的成绩。在明年的时候，华小红娘月湖片会成为我们所有人的一个全新的代表作。开机，三二一，开始。杀青快乐！这把先让范冰老师杀青了，谢谢啊！这个剧一定会成为爆款！终于杀青了，美美老师杀青了，拜拜！祝狐妖小红娘收视长虹。我先下班了，再见。恒星，我们上去了。上去了，上去了。